2016年1月5号，王爆 F 四成员吴建豪与妻子再传婚变。因近日石真善在脸书上分享文章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，内容指的是翻开新页，旧章必结，告诉自己绝不重蹈覆辙，甚至以该终结了做结尾，令人联想到两人的婚姻状态。而吴建豪的经纪人表示，对于吴建豪婚姻不会过问，认为石真善或许也并非谈论婚姻，否认两人离婚传闻。其实两人的婚姻早在之前就已经摇摇欲坠。2013年11月，吴建豪风光迎娶石真善。因为石真善豪门千金的身份，当时还让不少入豪门新贵的 boy 们羡慕。婚后也是有过一段甜蜜的蜜月期，然而好景不长，婚后没多久就传出两人婚姻亮红灯，而且每次都是翻脸和好、翻脸和好的模式循环。男方经常被女方在网上控诉对家庭不负责任，而女方也有传闻与集邮王王阳明的表弟王一凯有出轨嫌疑。虽然两人都对此事没有回应，不过这夫妻俩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儿，说不定这次又是遛着网友宝宝们玩呢。芒果捞新闻，感情没有对错，两人之间的事儿就交给两个人处理吧。报道。